英文 OK 吗 ？Is my English good? Yeah, it's good. I didn't say a word in English, but now I will sing Chinese. 我来台南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告诉我，台南的菜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你吃的菜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？我如果我不喜欢吃白饭，我可以吃面，光有面蛮好吃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你吃的面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？哦，星期一你吃干面，星期二你吃糙面，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都一样的。多少个面？哦，我的天哪！星期天哪，你还有这泡面？为什么吃的面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？我很想要吃面包。德国面包蛮好吃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多数的人不了解为什么我吃的面包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我同意，面前的菜都一样，不好玩。我可以改变，我不需要吃的菜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哦，星期一我吃臭豆腐，星期二我吃臭豆腐，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都一样的麻辣臭豆腐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星期天哪。豆腐，为什么你的豆腐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？豆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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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你的豆腐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说，在后。